想知道任何房市情报，马上扫描免费咨询。欢迎收看本周的高雄房市焦点，本周有五个案子要为您介绍，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黄埔摩天一百。黄埔建设摩天一百大楼案基地坐落于高雄市苓雅区县政路一百号，周边有道明中学、高一大学、高应大学与师范大学，临近三轨带来的交通便利，有捷运欧巴站、台铁科工站、轻轨 C31 站可利用。本案规划地上24层、地下5层，21到23坪两房，32到39坪三房，367户住家，9户店面，采用大雅厨具、偷偷卫浴与 VAF 正负压净流系统，现场样品屋开放参观中哦。接下来是白逸居里 Arch， 荣获许多国际设计大奖的清景林地产白逸居里 Arch 大楼案，基地坐落于惠民捷运特区，临近捷运都会公园站，学区为男子国小、男子国中，规划地上14层、地下3层、23到42坪、2到3房，共有165户。特殊的外观设计与名师加持的公社，绝对值得您一探究竟。本案即将公开，有兴趣的您可以抢先到官网预约哦。接下来是瑞阳巴洛克。瑞阳建设巴洛克基地坐落于高雄市凤山区凤翔段18地号，位在凤翔重化区内。本案地理位置相当特殊，位在凤翔重化区唯一主干道40米凤捷路上，南至88快速道路，东至省道1号连接屏东，且临近捷运凤山国中站、大寮站，交通上非常便利。本案以欧洲贵族哲学打造，文艺复兴的冲顶设计，诉求低密度住宅。本案即将公开，详细资讯请持续锁定住宅周报哦。联上集团联上铂金大楼案基地坐落于高雄市前金区成功一路近5福3路，拥有汉神与大力百货商圈，面高雄女中，享350米永久栋距，属于优质学区，地段受文艺熏陶，享受购物之便，生活机能佳。本案规划地上29层，地下6层，60到140坪，3到4房，采用德国 Light 厨具搭配 Svago 微波烤箱，卫浴为 Hans Grohe 定温淋浴龙头 Duravi 浴缸， Total 免治马桶，共有140户住家，零店面，纯住宅，诉求拥有山海港市景的精品宅。最后是富邦大吴江，富邦建设大吴江大楼案基地坐落于高雄市凤山区和德街与光华东路口，临近大东捷运站、凤山火车站、凤西国小，超过3000坪的基地，宽敞的生活场域，环境优美舒适。本案规划地上20到28层，地下3层，25坪两房，33到42坪三房，55到65坪四房，共有767户住家，诉求下楼就是5000坪公园绿带。喜欢公园宅的您，一定也会喜欢富邦大吴江。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